台长呢，台长呢真的是也是不舍得大家来一次不容易，台长这次到了香港和大家见面，能够跟大家呢啊共沾法衣啊，都是还是充满台长很爱你们，台长真的愿意多帮助人家救人家。你们知道吗，台长在澳大利亚也是天天在救人，我好好的电台正事儿不干，整天就是看图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就拼命的在救人，我觉得众生太苦，我希望你们好好的救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一定要学着观世音菩萨救度你们，我一定要让你们好，我一定要让你们现在就好。告诉你，母亲多伟大，把我们养育了一辈子，我们没有对她付出什么，希望大家现在对母亲孝顺，要孝字非常重要，所以中国人讲的是孝顺，实际上孝能感恩天地，所以给母亲多念点小房子，就能让他们延寿，他的阳寿还有，他就能延下去。我希望你们好好的照顾和孝顺自己的父母亲。好好的学佛啊，好好的修心啊，台长真的不舍得你们，因为台长来一次也不容易，我所以这几天我拼命的在开导，每天的每天讲不同的啊这个心灵法门和佛法，我知道三年为大家在人间遇到了一片灾难，我更愿意用我有限的肉体生命在救度众生。我只要活一天，我就救你们一天。我相信如果你们身体上长个东西，你们一定第一个就想到卢台长，我一定能够帮助到你们。我希望你们一个条件就是先要念经，我才能帮助你们。菩萨爱众生，众生爱菩萨，众生就是菩萨，菩萨就是众生。好好修心，有将近7000人今天来了，不会白来的。台长已经跟观世音菩萨讲过，全部给这次来的人加持了。你们身上感觉听到现在热不热？他空调开到现在，你们头热不热？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的，台长不忍心离开你们，因为地方这次没有租到，明天没有租到大地方，所以台长为了安全，我明天只能取消，本来晚上还能跟大家见次面，今天只能跟大家说没有办法了，所以台长就是感恩大家，我会经常给大家加持，我很爱你，我真的不敢看到。再一次感谢龙天护法观世音菩萨，我再一次感谢全世界的佛友对卢台长的关心和支持，我希望你们不单单是对我好，我要你们对全世界的众生都要好，付出大家的爱心，付出菩萨的慈悲，救度众生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菩萨，我们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慈悲的心，我们愿意见到你们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下。所有的生病的人台长都要救，你们所有的母亲都是你们的母亲，所有的孩子都是你们的孩子，人为一体就是佛性。台长已经讲不动了，但是我还要讲，台长希望能够你们越来越好，大家有没有信心啊？台长真的不舍得你们，
谢谢法师这么远道来助缘，谢谢各位各界的朋友，我很感恩，谢谢观世音菩萨，谢谢释迦牟尼佛。你们好好保重，你们只要念经修心，你们就有机缘看到台长。你们知道吗？台长的法身很厉害，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有多少人看见台长法身在梦中救你们，有没有？不要紧张，没有关系，你们见不到台长的肉身，你们可以见到台长的法身，我一定会救你们的。好好念经，我一定多保重，我现在不是为自己活着的，我为众生活着的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要你们好，你们什么都不要给我准备，我要你们念经修心许愿，救救你们的母亲，救救你们的父亲，救救你们孩子，你们看到这些孩子多可怜，你们还要让我下台啊？不下来了，我就跟大家多讲几句话，真的很爱你们，替我向全世界所有没有今天到场的佛友们问候，我一定会加持你，好好修，感恩你们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为你们好好活着，因为我还要救更多的人，我不但要救你们，我还要救你们的孩子，真的，你们大家，求你们一件事情，你们大家都见证了今天的情况，你们就告诉那些还不相信的人，真的有菩萨在的，谢谢观世音菩萨，我真的不愿意离开，我不是演员，我是真的，我从来不讲假话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就是想着你们，大家保重，我希望你们明年再来，我真希望你们明年再来，你们明年来不是自己来，你们要带更多修行的人来，你们要救全世界的人，你们人带的越多，台长越开心，观世音菩萨越开心，真的不愿意离开，多少人给我回到我办公室，多少人舍不得台长，台长也是，你们都想着台长，有什么事情给台长寄一点照片到我方面看，我只要看看你们的照片，我就能够帮你们加持，好不好？如果家里有什么不好的事情，我希望你们无论如何要写封信，打个 email， 然后寄张照片，台长只要拿着照片看一看，我手在上面放一放，实际上说不定这个人就有救，很多人打进一个电话就救他一条命。菩萨太少了，我希望你们都像台长一样救人，但菩萨就太多了，观世音菩萨太高兴了，好好走着，平平安安，千万不要人挤人，一定要安全，安全下次台长很开心，更能够见你们，好不好啊？答应台长啊，千万千万要，你们的安危，你们的身体，你们的平安，台长最开心。每当我在电台听到谁谁谁走了，因为他不相信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很难过。
信心，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真的开心。你们要我不能再见你们了，所以我真的很难过，我真的不舍得你们。